有臭宝的那个香妃茶花养的不挂赛了，寄给咱了，咱继续挑战，臭宝们寄什么花就帮他养活什么花。关于寄养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啊，老花一寄养是免费的，但是快递费要自己出。关键的一个点是养死不赔，你别来了以后你就寄希望于我。生中天尾豆书，这不坐标天津市吗？去年五月份购买的茶花一直养不好，后又洗根换土，望老花医手到花活，摇花手吗？啊，另赠花茶一盒，谢谢臭宝的花茶啊，感谢臭宝的支持。那这个必须得好好的啊。本视频节目效果啊无不良引导，然后呢咱们看一下。哎呦，你有这小辉又知道了，来，先开一下，这个有点烂根了，花友，洗根换土了，你别浇那么多水啊，也还要维持干湿循环啊，臭宝，希望妙手回春吧。哦，这个根是有一点闷了，就是你浇的水大，臭宝，你要知道养花想让它长根，是略干透气，略干一点会激发它长根的潜能。透气是很关键的，你如果说老是用水充斥着整个的根系，它时间长了它就发现了叫闷根，明白了吗？这一点根都不长的怎么就被你弄的都，你看这个根挺有意思，一点新根都没长，就是水大，长一点新根也给呕死了。从头来吧，土没毛病，土没毛病，就水大，就浇的水大，土没什么毛病，土蛮好的，你看尿都能尿出水来，土很好，土没毛病，土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浇水没注意好。首先我跟你说啊，你洗根换土第一步呢，找一个小一点的花盆，别找那么大的这种排水透气的。用土呢，他用的这个土是可以的，跟老花一的通用配方土很像，你看用它这个土稍微垫一点，把这个细散的给它塞下去以后啊，留这种颗粒在里面就 OK 了哈，把这个放上。为什么用小盆啊，是因为透气更加的方便，干湿循环更加的快，那样长根会更快，明白了吗？小盆儿养花，你等这个根系长满了，你再换大盆就行了。别埋得太深了，别用太大的花盆了。用土一定要松软透气的，等这个根系长满了，咱们再换到盆里边。换盆勤快一点，顿时剪，得剪，不剪不行。臭宝，没办法，我给你剪了啊，交给我，我就做主了。看到你送盒茶叶的份上，就当家给你剪了。留芽点，你能看到什么叫芽点吗？就这种，这个枝干上面有很多这种芽点儿。能鼓出来的那种包包，就是能发芽的点儿。这一根枝条上都没什么芽点了，这两个都是没芽点的就留着了，你剪就憋死了，你知道吧？你看下面有饱满芽点的那个，就去除顶端的优势，让它下面这种芽点尽快的长起来，没有芽点的这个就留着这几个叶子了，没办法。我说你真狠，那没办法，这两个要长起来了我就把它都剪了。来，恶梅灵生根叶，接下来呢用药，这个呢叫恶梅灵，它是杀菌的，它能够防止烂根和治疗烂根，捏上几下，大概就是一比一千的比例。话说你怎么知道多少的？生根叶是一个道理，都是一比一千，看着来点就行。有话说，为什么有的博主建议用生根叶，有的博主不建议用生根叶？在这里多句嘴，这个牌子呢叫慧丸，养花用慧丸，省心又省钱。这个呢它不是单纯的这种耐乙酸银朵丁酸这些东西，这里面有一些葡萄糖，还有一些氨基酸，就是植物生长所需的那些个营养微量元素之类的，它不是大量元素，它不烧根，因为它在生长的时候还是需要一定的，明白了吗？生根叶，所以说网络上很多卖那个生根叶的那个多半都是假的，你看他们都很稀溜，你看这个浓度都有，摇一摇你看是吧，明显能感觉到这个是有浓度的，里面是有东西的，那些有些你买的那都跟清水似的，你看这还起沫子呢，这样浇上，这边水浇透啊之后光照是可以给的，你别暴晒就行了。你像目前我所处的这个环境的这种光照是很哇晒的，如果说大家伙遇到浇水浇不透的情况呢，你就可以进盆给它泡起来泡透，明白了吗？泡一遍透透的水，这个水要浇不透麻烦了。这边水浇透之后呢，咱们就正常的去养护就行了，希望这位花友的花花尽快的康复，然后每个月追一次恶梅灵，防止烂根，一定要维持一个干湿循环，略干一点它爱长根，这个盆子又小，透气性又 OK， 土也好，
明白了吗？这样才是生存之道，而不是画我们你们画蛇添足啊，或者说是比着葫芦画瓢都没画好，都没整活。好了，想要寄养的臭宝联系后台啊，快递费自己出，养死不赔。希望这位花友的花花早日康复。我是老花一，养花催真一，拜了臭宝。嗨，嘿嘿嘿嘿。